客厝国小太鼓队成立于106年9月，队员组成以3至6年级小朋友为主，由蓝秀慧校长担任领队，并聘请许碧芳老师担任指导老师，另由校内王伟成老师以及吴素秋主任协助指导。太鼓设备则由本校荣誉校友吴昭等先生。及吴文祥先生、吴文波先生捐赠。客厝国小太鼓队成立时间只有3年，却连续在全国记忆竞赛得到前3名的佳绩。掌声鼓励，是不是再次给我们客厝国小太鼓队的小朋友来个尖叫声？哇，非常的不容易，不简单哈！啊，我们的太鼓队也是用礼拜三社团之外的时间，还有闲暇的时间来练习哈。谢谢我们客厝国小太鼓队的小朋友带来精湛的表演，也谢谢我们指导老师辛苦了。那也跟大家补充介绍一下，我们明年百年校庆前夕，我们的客厝国小太鼓队会在我们的社区内举办快闪活动，届时再欢迎大家来共襄盛举。好，那我们也请客厝国小的小朋友以及指导老师上台，那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美丽的园长乡，我们的大家长李明明李乡长为我们致赠感谢状。来，小朋友，我们一起上台来颁奖。
没关系哈，小朋友要把他们的金装先卸下一下哈。那我们的科硕国小，我们的老师们哦，师资也阵容非常的坚强，我们栽培这些小朋友，好利用闲暇的时间呐，达到自主训练啊，呈现这么精湛的表演。好，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科硕国小太古队的小朋友上台。小朋友，我们再往前一点，好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一字排开。那是不是请我们的相关指导老师，我们的太古队指导老师？好，那我们请我们的云展乡大家长李明明李乡长为我们致赠感谢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那也谢谢我们老师啊，用心的指导下，为我们今天模范表扬大会的活动拉开一场精湛的序幕。好，好，谢谢，是不是再次掌声？谢谢我们的客座国小太古队。好，我们来合影一下。啊，小朋友靠拢，我们往中间靠拢。好，那看一下我们前方的摄影机。好，来，客座国小太古队，赞。好，谢谢，再一次掌声，谢谢我们的太古队，我们的小朋友以及指导老师，哇，好。